手机的 home 键怪怪的。你这坏掉咯，要换到8000。8000太贵了吧？没办法，这不可能单颗换，你要换整个模具都要换，就是8000啊，要不要换？不能便宜一点哦。阿爸，哎 ，Andrew， 手机还没？还没那么快？这么慢？要不要换？嗨，嗨，这么巧？是啊。等一下去哪？我载你啊。不用了，我自己会走。老板，我不换了，谢谢。哦，慢走。小屁孩，被他枪哦！我跟你讲，我一定载得到他，而且我要追到他。哦。到时间跟我讲一下。嗯哼，拜拜。哎，没有想到你也喜欢这首歌啊。对啊，怎么了？你也喜欢啊？没有啊，我想说，你一把年纪的人。没想到也跟得上流行啊！什么？我这把年纪啊，我才大你没几岁哎！你这样说太夸张了。你要去哪里啊？回家啊。那么无聊啊，要回家？我很宅啊。那我请你吃饭啊。太临时了吧？哎，什么没诚意啊？好说歹说，我在附近也绕了10多圈，很累。好吧，那要去哪？跟着我走，明天给你惊喜。哦，惊喜？我倒要看看是什么惊喜啊！要走不快啊？等我一下嘛。哎，奇怪，你干嘛不跟我讲话？我不知道我们今天有什么好说的。那既然没什么好说，让我载一下。不要。让我载一下嘛。你干嘛一定要载我啊？反正我也没事啊。我要搭捷运，不用。哎，那我陪你坐捷运。你怎么那么鲁啊？因为。我从来没有搭过捷运啊，应该蛮好玩的吧？哎，我来买票就好了。选择票价真是国父纪念啊，有了20块，20元2张，20元2张。请投入现金，请投入现金。纸钞无法辨识，请取回纸钞。你有零钱吗？没有，而且我也有卡。那你可以先帮我刷一下，我下次给你钱。先生。悠游卡一次只能刷一个人。哦，是哦。选择票价与张数。我问你哦，那个什么悠游卡是一种信用卡吗？要在哪里办呢、啊？你好，欢迎光临。今天请问有定位吗？有，黄小姐两位，谢谢。好的，请您稍后，我帮你确认一下。哎，黄小姐。啊，对啊，我秘书姓黄，我请他帮我订了位置。对。哦，我觉得我今天好像被你设计了。怎么说啊？你不但先定位，而且还两位，你就这么有把握我今天一定会跟你吃饭？哦，
如果你没有跟我吃饭，至少可以自己来啊，是不是？哼，那老男人的心机很重。什么老男人啊，小姐，我有很老吗？不会。对啊，我也觉得我还好。你一直说老男人，你是交过几个老男人？先生，不好意思，位置好了。好，好，谢谢。在这城市，只要气氛对了，什么都可以做。所以自己的人生状态总是随着遇到的人不断地在更新状态。但也常常在遇到挫折的时候，才知道自己在不断更新的同时，到底失去了什么。拜拜了，野魔。拜拜了，卡奥里。我终于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了。换一只新手机，顺便换一个新门号，走吧。你有精神一点好不好？你昨天晚上是不是偷看 A 片啊？没精神的样子。不是啦。那是怎样？我在想一个女的嘛。有哪个对象啊？谁啊？就我上次跟你说那个小静啊。你好，我叫皮卡丘。要不要喝饮料？好啊。小静，然后咧？然后我就每天都在想她，而且我跟你讲哦，
我想他的时候啊，我都会保起。阿姨给我香肠好吗？保起，什么是保起？保起就是我下面，拜啊，好不好？好，阿姨香肠我不要了。你很脏哎、欸，我们在吃饭，你讲这个干什么？你喜欢人家就直接去把他就好了嘛。我也想啊，懂吧？直接开把，还哪上班？附近台糖啊，就够了。现在，不然要等到他30岁哦。哎、欸，我不吃了，你吃啊，我保起喽。哎、欸，你不可以啊，不可以。哎、欸，阿姨，我的事，等一下我要。就他车，哦，就他车，怎么样？走啊，走啊。你今天怎么会来？我来，我们来买这个。对，我们来买这个。你好，我是他朋友豆子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买过你的 CD 耶。我小时候都是听你的歌长大的。其实你真的不用着重在小时候这3个字上。不过我必须说，你以前真的蛮有眼光的。好开心哦！我不要洗手。那你可以跟我说，你最喜欢我的哪一张专辑？嗯，我觉得……哎呀，你是要买显镜啊？我有啦，我哎，干嘛啦？我是主角哎，我知道，我刚刚在热场啊。那你真的要帮我？我会。等一下，我壮胆，你说话啊。好，那我要说什么？你就说他胸型很美啊。当然是约他出去吃饭了、啊，你怎么了？这么直接哦，走了啦。1根8块，2根16块。哦，好，我有20块。收你20块。4块不用找，做公益。啊，你好有爱心哦。哦。韩国林。赖打。嗯。20块。谢谢。刚刚说什么？就是，你好，请问需要加提袋吗？加2元。好啊。207元。现在，你这头发我留了，很好看啊。找您3块钱。谢谢。不好意思，我今天客人比较多啊。没关系。我，明天站住，手不准放下，站好，说，我，他想约你吃饭，对，跟谁？跟谁？跟一起，我们三个，我们一起，好啊。哎，你是不是忘了买显定啊？违反的又怎了？干嘛一起？不是要单独？你怎么了？约出来，然后我不到就好了嘛。哎，哦，你好聪明哦。说谢谢，谢谢。嗯。哥，我快可以把手放下来
我去跳舞了，拜拜拜拜。你们的团体以前好红哦。哪有，我一定会很努力很努力的再次找到自己的舞台，然后站在舞台上唱歌给你听。像课堂好有火，甜到梦里有粉红，小花朵一朵一朵慢动作在飘落，像杯酒太有火，不波色的暗了我。想把你拥入怀中。